你是广西小花蜜，三个扁担交给你呀、啊，慢慢尝过来哟西。你是我的好阿妹，你是我的乖阿妹。先来哟西，没会唱歌没打点，中央阿妹你眼睛，中央阿妹个姑娘呐，地方教会莫常见。大家看见这一幕了吗？大家感受吗？这是广西的霸王花。你感觉我先跑，我的儿女辈呢？我都60多岁，我准备70岁了。你们做我的女儿很小，做我的女儿很小。你们要好好的把广西文化传承下去，把我们广西的特色唱到全国，唱响全世界，就靠你们后人了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以后要老师教我们茶会。没有老师的陪伴，我们还是有点偏离广西的山歌。老师要老师不教我们，我们都偏离广西山歌了，都不会。广西山歌最有特色，我们广西的名片是王婉秋。今天湖南电视台来电叫我唱一首，王婉秋老师当年扮演广西刘三姐，2023年就是这个年2月21号。晚上他已经重病重危，叫我唱两首歌，那现在我也在这里唱给大家听，好不好？好，用我哪一边的声音来唱？王婉娇的遗书写道，他的留言写道，我要去天外去前国，我的眼泪掉下来了，很感动。2015年1月，中央电视台15台到广西的时候，我跟王婉秋老师，还有他的丈夫王有才，还有他的孙女王小秋同台演出。今天我收到他准备离别人间，我郭晓莲心里面好像挨刀割。我唱一首歌给大家听，好吗？好，我们三个也一起唱啊。好好，人间不必天外不必人间好，人间大大可以唱。唱六九的人啊，嘿呀，什么人了没有？嘿呀，天外不必那人间好嘞，嘿呀，人间大大嘛可以唱啊。竹竹满蕉，竹竹满蕉用不辣，手眼好比两三刀。嘿呀，竹不满蕉嘞，用不老嘞。嘿呀，手眼好比那南山高啊。因为他的留言写道，我要到天外去传播，所以我就对他的歌：天外不比人间好，人间代代歌如潮。祝福满蕉永不老，寿颜好比南山高，眼泪往肚里面流。第二首歌我是这样唱的，我念歌词给大家听，好吗？好。乐唱山歌送吉祥，祝福满洲早安康，好比青松永不老，三姐文化永传扬。我们祝福王婉秋老师早日康复，在我人间把三姐的文化一代一代传扬下去。我们用一个悲哀的歌声来祝福婉秋老师。五弦的调子我唱得好了啊。嘿呀，我唱山歌嘞，送吉祥嘞，嘿呀，祝福婉秋嘛的早安康啊。No
讲咧，嘿啊，三界文化嘛，代代扬啊！谢谢，谢谢兄弟姐妹的聆听，祝我的家人个个健康、快乐、长寿。吴先伯，再见了，我啰嗦了，谢谢大家。没有哈，没有没有。老师，天天在教我们一首，哎呦，天天都要跟你学。对，我天天都在雨峰山等你来。我天天来。我们现在有请我们老师唱一首刘三姐的山歌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们有没有谁像我一样没有看过刘三姐的片子？有没有？这边站来，你看那个，那个。